大家好，我是 Simon， 今天是美国 Airsoft 真人 CS 的第二场战役。上集我们介绍过 Airsoft 是一种使用玩具枪发射塑料子弹进行作战训练的一种运动。本局我们的任务是4-4淘汰对方玩家，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，被击中后就要被淘汰下场。发现对方踪迹，哇，你听过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的声音吗？我听过。这一枪我是被埋伏在右边的对手给袭击了。偷袭！撤退，撤退，换个位置进攻。哦，有人，这个掩体闪出来的缝隙，有人影匆匆掠过。先来三发，校准弹道。命中。换一换子弹，不错，对面灰衣服的选手退出了赛场，是被我命中了。哎，刚才这个地方还有人影。哦，不是不是，可能不是，可能是后面的这个帘子，管他有没有人，再往那儿补几枪，说不定就能带走一个。进攻进攻，优秀的狙击手从不在同一个位置打两枪，我们推进一下。啊，都来打我。哇，好险，差一点就打中我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四面楚歌，腹背受敌。我靠，我输出太猛，没子弹了，我得回去装弹了，我一弹都没有，坚持住，我没子弹了。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已经有两名队友被淘汰了。谢谢吧，赢下这局。我重回战场， Simon 的火力支援已到达，发现敌人，对方也非常警觉啊，直接缩了回去。冲锋，向前推进，不断向前推进阵地，缩小对方回旋的余地。现在对方也只剩两名选手了，2-2，我们很有很大的赢面。我的队友和对手发生了激烈的交火，对手也成功暴露了自己的位置。找到你了。 Double kill。 对方屁股上也挨了三枪。哦，发现最后一位对手。啊，让我把我队友叫来，我们两翼包抄。 Will， 你在那儿？离我多，回头望月，进攻进攻，对方就一个人了。啊，对手已经撤到了他们最后一排的掩体了，逃无可逃，接受命运的制裁吧。我是想让你自己退出。这种如此近距离的进攻，就让对方自己退出吧，打中了还挺疼的。我始终没有扣下扳机。狗到最后一无所有。厉害，像我从来不往心软。年轻人江武德。经过了长达20分钟的战斗，我们又一次获得了胜利。下集的战斗更加精彩。我是 Simon， 感谢观看。